西超杯巴塞罗那 VS 塞维利亚比赛时间08:13:04:00捷报比分网讯。北京时间8月13日4点，西超杯巴萨中立场迎战塞维利亚，状态不佳的宇宙队能否延续此前国王杯的状态双杀塞维利亚？基本面分析。一、西超杯每年在中立场举办一次，由西甲冠军对阵国王杯冠军。由于巴萨上赛季既夺得西甲冠军，又在国王杯决赛中5-0大胜塞维利亚，夺得国王杯冠军，因此本场西超杯则有上赛季国王杯亚军塞维利亚顶上，着实也有点滑稽。巴萨虽然夺得上赛季双料冠军，但连续几年失去最重要的欧冠冠军，球队表现也逐渐有失宇宙队的雄风。在刚结束的吉尼斯杯中，以青年军出战的巴萨1-2战绩糟糕，球队本场出征压力是可见的。二、塞维利亚作为西甲的二流豪门，虽然上赛季国王杯0-5惨败巴萨，但球队拥有欧联杯之王的称号。在刚结束的欧联杯比赛中，3场皆胜，状态不错，加上其中的友谊赛，塞维利亚已经豪取4连胜。三、两队近10次交锋，巴萨7胜2平1负，占据压倒性优势。盘口分析，根据捷报比分网提供的数据分析，本场亚盘多地主让一球中水开盘，后市上盘水位有所下降。巴萨作为宇宙队，近几年的表现还是有点让人失望的。虽然球队夺得上赛季西甲冠军，并且在国王杯中5-0大胜本场对手塞维利亚，但也不能说明巴萨表现有多少，只能说明其他球队表现更差。从刚结束的吉尼斯杯来看，巴萨青年军显然还是难挑大任，加上队内头号球星梅西世界杯的不佳表现，球队士气还是会有所影响的。而且塞维利亚欧联杯表现强势，球队的磨合和气势显然要比还未踢正式比赛的巴萨要好很多，况且上赛季国王杯惨败，本场复仇心切。然而机构依旧以巴萨中立场一球中水开盘，后市上盘水位下降，赢二球才能赢盘。在塞维利亚不缺乏拉力的情况下，上盘购买阻力还是挺大的，因此本场结合捷报比分网的综合数据来看，巴萨还是值得期待的，竞彩推荐。三、亚盘推荐让球推荐，巴萨让一球大小球推荐，小球 3.25 以上各种赔率数据截止时间为8月10日20时25分。